今年上年二十一，系国际森林日。农委会林务局特别的养业，比如个年土山呐、福冈岩，也就系人工个笋山岩。伊阿得我作为市区物个旅游，从系佛手山家下而去打佛。八三年年出市区而去烧酒，我抢救野生动物调查山呐资源也得。林务局讲，全台湾有千个位山呐福冈岩当中，有18%系年出名，其中也有行人。他们穿梭在险峻的森林中。平常是爱高河溪山的野犬山呐、富冠岩，今日来到无穷样的素材，上台接受表扬。国际森林年野年，林务局特别颁奖感谢镜头，挑创业暗色盲保育山呐。大概喺山路处拿出来的东西，表扬我也可以顺。过去检察官会质询我呀，过还有警察去查起，像前一包的个食蛇龟。本来我运到太多去的，我要接到的，只好先去买衣服，过一阵半夜去查起安尼。相片杜峰当地的叫勤屯的，是苗栗人李勤良，在洛神中亚分投入已经26年嘞。托惠安呐工作站服务，是查到地下天水流木做亚米的案件，陈一忠当有做田螺桥同故事里的经验。北部开始产多数，比较多的是那个盗猎的抓动物的，那个都保育类动物，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义务跟心力需要去保护他们。如果没有我们的保护，还有谁能保护他们呢？如果当场那是活体的时候，是非常恐怖的，因为毕竟他们两种动物都是猎管的狂犬病的动物。如果真的被咬到时，可能都要送医院去打狂犬病疫苗，真的。其实这几年，所谓山老就是森林盗伐的案件数呢，它这五年来持续是在每年在降低的。那在去年就106年，已经下降到不到200件。福冠岩而且有等有企业本港识别来调查山那资源，发现福寿山家下见到一位一天大火，无论遇到太水也是太火，见到慢慢的浮出数古的台湾安江的山那。下个新闻，王柏仪、李丽台北报道。